跟创姐见面的。进入游戏，现在开始我们的第一关。刚开始其实属于一个剧情的带入，为玩家展示一下，哎，他的一个世界观和他在游戏里他的目的是什么，他要去干什么。是的，在游戏中一些重要的章节都会出现剧情，能让玩家更好的去了解这个事件的一些前因后果，代入感会更强一些。当有新的一些技能和系统开启的时候，也会对有一个提示。因为我们知道玩家也比较反感那种强引导式的，就是哪儿亮了点哪儿的那种，没有什么意义，所以我们做的这种提示都是以引导性为主，就是以不以打断玩家的这个游戏性为原则的。这一关的剧情主要是说这个玩家的师傅一直在保护着这个战卢剑，然后战卢剑被金军抢走，然后同时掳走了玩家的青梅竹马的爱人，玩家必须要在短期内迅速提升自己的功力，然后去救出，去破解这个困局，救出他的爱人。也是有场景破坏。对，有场景破坏，像一些比较先进的一些系统，比如说布娃娃系统，我们也都有加入。因为我们游戏还是比较注重武侠的这个品牌，所以风格还有打斗的这个设计上也尽量是还原。对，这个是可以说是一个金军最后的一个大 boss。 对，他造型就是对，但是 boss 的样子。对，但是玩家现在只是跟他做一个初步的见面，打个照片，对剧情的引入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新手关的一个最终 boss， 可以说刚才那些只是属于是前面的炮灰，对，一个教学，小喽啰，对，小头目。其实这一个呢，可能会有玩家觉得，哎，怎么你们武侠这个 boss 这么夸张，像玄幻的一样？其实这个。